我敢问小林又会出现，你是手机不离身哦？怎么办？虽然说要画画，可是就突然没手感，糟了。没手感，没手感。对耶，我干嘛要画画？算了算了算了，不画了不画了，我改一下标题。哈哈，编辑，本来要画画，算了。滚！好，换游戏。哎呦，没手感了，手感没了。刚去超市买东西，想说，有点手感，来画画好了。就坐到椅子上面，啊没了，手都没了，什么都没啊。刚从小雨那边来，我刚才本来一直在看小雨的台啊。然后看一看就出门买盒子，我想说啊，不小心看一看看到已经四点多了，都没开到台。人家还没开。啊，这个删掉。删除，那是跟小雨的。莫的，不能再关了呢啊！哭啊！先撤了，拜拜。等我一下哦。是这个啊，我是订阅这个东西。啊，不然来画画好了啦！我好烦哦，我。我觉得我好烦哦。
因为我啊，我真的很想把我在跟小鱼他们玩的那只角色换掉啊。因为那只角色其实只是青蜘蛛巢真的比较方便，只是打 boss 就真的不方便了。打 boss 我的伤害是比一般人还要弱，弱25%，你要打100滴血，打75滴血，然后就也没什么特别的。是跟小鱼玩的，那时候玩到什么？要冬天，我重开好了。因为开局马上就要冬天了，我有点吃不消，而且忘记那天玩到什么时候。创建，地上，踏路，最多随机。同步脚繁星中要改物啊，开始了。安安呢？是什么？欸，我忘了这是什么，我看一下。很多字，这是哦，自动捡东西的，开一个。等一下，欸，白痴哦，这看得到我的 Steam 哦，低难原图，这什么音箱？就是有时候觉得很危险啊，那个 Steam 画突然画面卡住，可以看到我的背景整个东西。我怎么听到？对不起，我没说话。啊，创建。
马克一枚小炮。没有，是掉地板，差点全部滚下来而已。我用倒的，我好好再研究一下。哦，还好他不是只能吃素哦。我要写生存严峻呢，渺茫，渺茫，渺茫。这是严峻的，这不叫难，是不是？我是想玩这个，开始。安安，对哦。等一下，海上怎么有萝卜啦？还是去关掉好，等我一下哦、喔。因为不想沾用脏手要摸键盘，所以我是用舌头一直去把那个泡芙舔过来吃。你们懂吗？叶安安，没有回应。好了，哦，正常了，正常哇！每一个人玩生存真的是很闷呢，不是说跟观众玩一起什么之类的。确认卡啊！隔间跟不熟的观众玩，那一定更闷啊，会没话题。更没话题，
啊，观众就会一直很想开话题之类的吧，可是就可能聊的话题我真的是没兴趣。我应该开个地图是只有黄昏，欸，白天黄昏跟永远秋天这样，没有晚上。你现在不在家，我没有想跟你玩，奇怪，臭美。因为我现在玩游戏耐心比以前更差了啦。应该说越来越不好了，就觉得说啊，这就以前都玩过了，为什么还要又要再教一次？等一下，我不是开环形吗？我感觉不像环形，那小。不要逼我，等一下就换游戏咯，等一下就换花花咯。欸，这完全就不是环形地形啊。我是不是开错了？欸，这其实是环形，我赛道那一圈。好像是欸。啊，先绕吧。一次扣15。B4D 是什么？你是说那款像 L4D2 的吗？我当然会买啊，拜托，打僵尸游戏我怎么不买？打僵尸游戏耶，
当初游戏特价那真的是很难呢、欸。不过最近不好讲，最近真的蛮多游戏是刚出就特价。我们继续。Oh shit！有看到我吗？哦，你没看到。
没有啊，没看到我啊。再挖一点回去。啊，礼拜四了，就晚上会跟一样跟老居小鱼玩这个狼。啊，狼儿的话就不确定。然后昨天也是问都没问，自己跑进来的。哇，用哦，用游戏分享会显示这个哦，哦，用视窗分享会显示这个，哎，游戏分享就不会了，不是不啦，荧幕截取，然后谁上，因为都会看到谁上线，这样我觉得好，很不好，好很不好。晚上你就不在了，哎、啊，朱生讲不一定跟你玩哦，不在什么？啊，白痴哦，刚没做武器哦。亏，忘记做武器了，亏，再消耗一次材料了，亏。我小，来相加。下午好，哎呦，抱歉，闹钟。
啊，砍这个啊，砍发呆、欸。好屁呀、啊，打不到啊！怪物刀，那个怪物刀。猪猪来，来猪猪，来猪来猪。他妈，我数字剩一个了，我的天！嗯，我想一下哦。是啊，我蜘蛛头盔忘了做啊，我怎么了？应该是影子区海象家，第二个海象家。走开哦，要惹我。嗯。三个海象家，哇！一二三，你是不是傻了？我是不是傻了？有一点，不够。宇宙，哇，这边没东西烧。
我踩这个不会，会受伤耶。然后只是开一下下啦，所以怎么讲？哎，就只是想开一下下，手痒痒。好了，就只有到这边了，但过不来了，我要绕回去了。好的，我们绕外圈回去喽。你就只是想开台，没有看看今天有没有想跟我做朋友，没有啦，这样，反正下午要开台，再看东斯大的一些影片跟资料，然后再边听小雨台，就时间已经快到3:30了，就想说啊，好啦，出门买个喝的，然后就边买，想说边买喝的，边想说今天要怎么开。嘿，然后反正有想好，可是手感就这样子没有了，跑掉。龙吟，我草席这么多，到处都有哎、欸，哎。来看一下跳到哪里，我们被生存了，播广告了吗？我播，你是想欺负他是不是？还叫我播广告？在隔壁耶，这边好，这里好，好这个好，看一下下面，主要我也是需要牛牛啦，我需要大量的大便，看一下牛牛有没有在下面。主要我是要做这个啦，要五个大便，两个腐烂的食物，快走，我笑死！啊，最主要就是要大便啦，便安。现在腐烂的食物快好了。应该是地底采一大堆荧光果，就有很多腐烂的食物，这是没问题。不知，因为我昨天开台有说嘛，因为这个谁，这个渡人的，其实他的这个很棒，他就是。只要一群冲过来踩上去，他就是会范围伤害。哎、欸，他怎么？我找牛牛怎么找到这里来？他没有牛。哇！反正想说，看懒懒有没有休假，休假我们再来玩那个之前的那个冒险游戏。那他现在实质这样子，我就是有点于心不忍，想说，那还有什么是不会伤害到实质的游戏？因为
那个什么，那个城堡毁灭者也是打的激烈的时候会中到死。那玩这个的话，要按左键或 F 的话，也是会用到死。麦块的话也会，而且麦块我还没跟他玩过麦块。再来就是想到很多，就觉得哦，好像也没什么可以玩，顶多就是我玩，他帮我管台这样子。你们想听他的声音，就只能靠这个方法了。没有牛哎、欸！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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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堡毁灭者太伤手了，很伤啊，超伤的哎、欸！哎、欸，你们刚刚看到上面有牛吗？这区应该是有牛的吧？都说要找一个有牛牛比较多的地方，可是我觉得牛就是真的还好，不要的话晚上再去地毛就好了。在这里，我们再去找一趟牛吧。那如果传送这个是小事嘛，你只要有也是有那种传送的 mod 啊，叫什么，一个告示牌，你只要点下去就传送过去，都是小事啊。白痴哦！点错了，盖到什么了？木头萤火，哭啊！牛嘞啦！哎呦哎，这里，等一下哦，牛在这，那看一下这虫弄到哪里。哎、欸，我是刚都没降理智扣血什么的啊！哎、呦啊，有理智有降。啊，看一下这虫洞到哪里，我们就在这附近盖吧。好一个，一个莲花好吗？哇，这什么烂虫洞啊？太酷了吧！太酷了吧！虫洞好烂啊！我等一下要挖这个，那个烂得很快。
啊，对耶，冰箱不能先放。想起来了。干嘛啦？没回你就生气是不是？气死你了啦！气死你！还在吃这个？这不能吃啊！我要干嘛？哦，不皮帽子。Undertale 吗？那什么？一定有吧？我可能会没有。物理字回得好快哦，反正现在要去这里找猪猪，这边应该是猪人的家了啦。嗯。才到五点哦，对吧？只是无聊，想跟你们聊个天，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嘿，没有什么什么的，只是想聊天而已。买啦，才个数而已，么？诶，再踩一个。刚该走虫洞的，但它很烂。哦，铁轨那个哦，铁轨那个也是用到 WSD 啊，白痴哦，这有扭扭哎。大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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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密之果虫的图哦，你嘞？什么？
补掉了。嗨，猪猪们，你们好，我来打包者，带走。Hello。嗯，住家哦，我要拆吗？不会生气啊，拆。做做打包带走。能打包没错，可是我空间很少哎，剩一个地方可以打包了，就包这个好了，包一个，一、二、三，来包，好了，啊不对啊，我要包葛罗姆回家啦，白痴哦。哎、欸、哎、欸、你们知道我在干嘛吗？哎、欸、可以一直升耶、欸、酷耶、欸、那只要盖个就好了耶、欸、这不是 bug 啦，这个反正不该这样玩的。哎、欸，猪，怎么猪又在这？还你，还你，还你！我要把葛罗姆带回家。我说，哎、欸，大便，大便，大便，重要，重要，重要。嗯，等一下哦，反过来往这边走，再上来猪家，好，没问题。好多蝴蝶。那再來就是要去大量挖浆果虫，然后把浆果虫变成肥料。哇，无限猪猪哎，好爽啊！其实我想过，我要不要去抓抓看那个可疑的土堆。等需要的时候，我们再把土堆翻起来，然后再去找牛牛这样子。打一下，这个也是要挖走的吗？我刚刚这边要挖的还有一个是在哪里？这里，两个，因为这个烂得快嘛，烂得快就有挖走的必要。哎、欸，好爽哦！这个 mod 真的是有点棒，有点 OP 耶、欸，点 OP 圈哦。放里面，哦，做个箱子吧。小，等一下，我敲一下位置。哎、季节 boss 能打包吗？可以，当然可以，拜托、哦。把猪王放出来，猪王，把猪王就在这里，然后葛罗姆，好坏哦，然后我们再要做个箱子。哎、欸，这个也可以做哦。啊，不会就是那个mod那个宠物mod啦？
看我有这么多箱子。要让它坏的放里面。然后这只真的还不错，就是因为它种东西会加里子啊。等一下哦，我先做个餐子。然后我们等一下去。啊，我没蜘蛛丝，用火火把，有没有落水洞？有落水洞，有没有远一点的啊？啊，算了，大便，猪皮，木板，应该够了，反正有火把嘛。让我再想想。首播开始了。好久没一起看首播了，还是要一起看首播。我先断开。我怎么在看自己的直播啦，白痴哦、喔！低能，还很久哎、欸。好，我们再来聊一下天吧。不对啊，你们要去，你们那啊不行，这样子我少了几个观众，跟我那个帮我看。那等一下直播结束之后，拜托再去看我的影片哦、喔，让我有点钱赚。什么空想啦，没礼貌。游戏先关掉好了，我一直有声音。然后要播这个，等下我的输入法怎么突然多出了几个东西呀、啊？要30秒广告吗？啊，所以那些15秒的都是假的，是不是？都给你！有种把骨头给他！白痴啊！给他骨头啊！啊，你怎么死了？把骨头全死了！你真的觉得我最近真的很衰、欸？所以又想关灯了，我去关，李叔要不要再玩一次？李叔玩什么？跳玫瑰花？那我不要。啊，李叔，你为什么是蟑螂？啊，我没有蟑螂哦。哦，打到
他感觉很狼哎、欸，我超不狼的。叔叔哎，有人变喽，有人变叔叔发光哦。哎呀呀，一比一比呀！啊，你怎么又是？一比呀，我又可以上了，那么厉害？你有看到是谁吗？我有人应该是法法打比一把。哪有？不是我啦。感觉大家都安全哦。啊，是繁星，繁星把装备脱下来了，他要穿上去了。哇，那、啊、我发光光，我们可恶！好，别跑，别跑，不跑不。不，还可以动，还可以动，还可以动啊，还可以动。杰克真的很烦呢、欸，我就在演戏，他在讲。你们后面危险，应该不能动的吧？所以繁星可以动哦，繁星可以动啊，所以应该是八八吧？狗脚，狗脚就是你，狗脚。啊，我刚刚在看这里有人，我就跟着进来了。哦，那狗你什么职业？你什么职业？我是。多久？跳了啦！所以是多久？他犹豫0.5秒的时候，我就跳他了。我刚完全没做任何事情嘞、欸。没有，因为刚刚有一只狼从电梯进来。然后我看到两只都往电梯走。哎，谁趁乱都打我？谁？感觉好像团团嘞。我跟他了，巧克力团团啊！我我冷好大哥哦，你要冷好大哥哦，冷好大哥，小心点！我要怎么有一只都打我起来了啦？等一下，玩到我被杀了，我要死了！哈哈哈哈哈！走哎，那是干我什么事？我是不提，我只是好奇看有谁，然后就被怀疑了。哈哈哈哈哈！知道是谁了？地雷啊！你们两个都不坏人。小雨洞，小雨洞，可恶！我刚刚被走，后面有两个狼。记了，他是一个发发吧？哈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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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发！我的天，那么多狼的啦！对对啊，对，这边还忘记了怨灵嘞。对啊，还有一个怨灵。啊，预言家是谁？预言家谁？查一下怨灵呐，查一下怨灵。好好好，你看谁？你看那个，大家在那个他面前集合啊，敌人面前集合。我在那个晚上的时候，没什么看到小雨哎。我没有小雨有亮亮，小雨亮亮，蚂蚁马是不是蚂蚁？啊，查查，我觉得是蚂蚁哦，他刚刚都躲很远。我刚刚好像跟上一场一样啊，反正哈记啦，哈记啦，哈记了，他就是哈记啊。哦，哇！他自己现在在哪里？我没看到你啊。好吧，他自己在哪？对啊，我在你心里。你是在世界的底下。我看就是在你家心里。啊，你怎么在你嘞？他自己在哪里？他自己在哪？我在你隔壁啊。等一下，我觉得哈基在那个夹层之间。反正其实如果真的没办法的话，等一下晚上低速。我看到哈基了，在哪？他在这个屁股。他在夹层哦。他在夹层那个。他在夹层哦，嗨，你好，你怎么看得到我？哎，那边走，要白天啊，那边走，要从那边走。对对对对，你还够蓝，是吗？他两票，他两票了，他没了吗？他没了。啊，你们小心哦，你们屁股有狼哦，屁股有狼。哎，你可以出来砍人了，大砍特砍。哎呀，什么啦？在乱说什么啦？可以用发光，你就可以知道大家的位置，你就比较好走。哎哎，你后面，你走路记得加那个跑步键啊，这样才会跑起来。先砍这个。小雨这边刚好跳下来，笑死。啊，这个就是狼人的那个啊，还砍到了。没事，他在这，哦，票到，哇，好猛啊！谁要到的？太强了吧！我宝吧，我那个一瞬间，我觉得麦克风都坏掉了。哎，买才一年多就坏了。你和这8000多块的麦克风哎。对，我快被繁星吓死了！我想说，繁星怎么多装备？你还有你的形状？我的形状？什么形状？跳完多久，繁星就一直照我。我想说，怎么了？太默契。所以是多久选择繁星的吗？对啊。哈哈哈哈哈！三二一，走起！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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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们二选一啊，你们二选一。都自己来，都自己来，打我，自己来。他打他，死我吧，打死我。我怕之前要看我脸，你们。我觉得我好像在旁边威胁他。我直接用手指问的。啊，我唱歌的，我唱歌。我预言家。打死我了，打死我。完蛋了。预言家留着好了，唱歌走。对啊对啊，预言家只能超度啊，打死我，打死我。哈哈哈哈哈哈。怎么起啊？我起床起回来了。预言家是眼镜起床，我一直都是狼啊。啊！我按错了。要出事啦！要出事啦！要出事啦！哦，是是是，蛮用南蛮路的了。出事了！你后面有人！哎呀，好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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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夹了！哎，快跑快跑快跑！怎么有三只狼在？嗯，我看了什么？天，我在干嘛？我没办法帮你，我只是个村民。提速快跑！我真的跑！是谁？是谁？你们还活着吗？有人提速你还活着吗？我还活着！我可以知道有飞活的。对，可以，可以，可以，你可以看，你可以看。我带你清理。村民是什么职业？我好人。你好人什么职业？忍者。骗你干嘛？我刚才叫你赶快跑呢。哇！我是林隐形呢。我没有。爸爸是不是？爸爸是不是？爸爸是不是？一定是你，一定是你，白金是狼啦，他叫吉友乖乖的哦。咬了，我刚刚看有一只狼跑下去呢，他这只什么？好混乱啊！他这好像也是好人呢。我村民呢？哈哈哈哈哈！只有一个村民，两个村民，一个村民，还有一个村民是谁？我是村民，我是村民，我真村民，我也是村民呢。安心，安心，是你不是？完蛋了，完蛋了。我准备哇！哇！死！完了！哭啊！哦，我不要，不要！哦，好险你摔下去了！好险你摔下去！哦！不要啦！混乱哦，混乱哦！不公平！不要啊！敌数越领，敌数越领。对，我怨你。阿朵的声音。啊！你说你可以当听人运气啊？你在问你，但我问你，你是不是怨灵？我是。你是？哦，我是。哦。别克喊不死的啦，就代表。单挑啊！白天的啊！来呀来呀！斧头给我，斧头给我！我给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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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给你给你！哎，斧头给我！都给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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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斧头给我！有给你，有种把斧头给他！白痴吗？斧头给他！给他斧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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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给他斧头！有斧头！等一下，我给你斧头！哈死给我！太神了！太猛了！天德天德，白金怎么死了？白金被斧头砍死了。说可以，没有，我想说技能用一用好了，反正快结束了，按一按就把他拉过来，他回死我这样子。我在叫砍，砍到一半，我怎么砍到人呢？我刚没看到哎，我刚没看到白金死掉我真是很，我真是很衰啊！我因为我以为哈基给斧头，就在那边乱玩啦，就没有。他把衣服都丢了，只给我装备而已，给你装备。完蛋，杰克赢了，太有趣了！杰克，我剩三颗星而已。可恶！我刚会刀你是因为你一直在帮好人讲话，我就想，你就应该假的了吧，就是挥下去。对，我知道已经那个了，想说死的时候多少可以演一下。马一就表示，不是啊，巧克力是好的。我说，他其实只是要误导他们啊。给你当乱源。对，害怕。然后我刚刚抵触你，会自己跳怨你了。就是我是村民哦，中气不足哦，没有啦，可以场外吗？啊，
蚂蚁一直走走，拿纸了吗？蚂蚁一直走走停停，你在看好队友的名单呐、啊。哈哈哈哈哈！还要挑谁啊？你是不是看队友有谁啊？辛苦辛苦。你下面变很危险，我远离哈基，哈基很可怕。但是没关系啊，反正那个蚂蚁是你找的嘛，对不对？你们自己私下打架、啊，准备追。杰克，杰克，杰克，你先打，拿挖路洞。哎、欸，好的，好、欸、的。等一下你，你不是，你不是，你还是演哪白痴？你骂我，杰克，你把他害死了。杰克，你死！啊！我不知道这个上个教官哦，谢大哥！哎呀呀呀呀！我用按下去没唱到，我已经按了。我快走，快走，快走！对，这是直播精华、哦。我不是狼人，我是预言家。我是狼啊！我们听到了，我怎么是那么少人呢、啊？对，一个晚上都十二多人，怎么不见了？不是你最好，不是你最烂。组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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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不要犹豫了。我每次什么都没做，然后就被。哈哈哈哈哈！所以你身份，别人票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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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了，我走了，我走，我快走，我快走。我努力票小雨了、欸，还好他没丢到，他丢到的话死了会翻那个。刚好白天哦，小雨。躲起来，躲起来。哦，好好好，赶快逃。拜拜。所以就是迪叔跟波波啦，我们丢，他把你们丢墙壁啊。晚上都要丢自己，晚上都要丢自己。晚上只能丢丢脚底，对对，晚上哦，白天丢脚底。晚上哦，白天不行。白天要丢人，白天要丢人，白天要丢人哦。白天。有有有有有。啊啊啊！丢丢。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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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丢丢丢丢啊！好坏。怨灵是 CP 啦，怨灵死了。嗯，哇、哦！想抢过你什么、啊？不，我可以召唤伙伴过来哦，你不要来哦。你召唤，给你召唤。哎、欸，可以吗？可以吗？试试看。你会用什么？你用看。哎、欸、哎，可以耶、欸，可以耶、欸。召唤狼人，你用召唤狼人。哎哎哎，可以耶，可以耶。可以干嘛？酷哦，你是纯狼人嘞。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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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谁忍不住了？你出牌的，你出牌的，我出牌了，你怎么忍不住了？你输了，你要憋住啊！跑酷压力太大了，对不对？跑酷压力太大了，等了很久了哈。我又把石头丢出来哦，我是有有有，我想说如果可以砍有没有有机会还把你们砍了？怨灵是哈记了。来找团团，刚刚唱歌，我以为是我被砍，就是你，被打。我就想说，剩下那个人没有，所以你要买就是怨灵，要买就是狼了，直接发、欸。可是我躺赢，太嚣张了，哇！所以我说没事，我躺赢，我躺赢了，我躺赢了，被杰克害死。我想说，啊，怎么被传过来那个人还在先动了一下，我都停在那边。对啊，杰克那时候我就已经打完路的，他就很后来才停，然后你就戳破他。所以我就说他是狼，他是狼这样子而已、啊。欸好啦，再玩一下下啦，等我一下哦，我调一下设定。这个广告，游戏，开一下下，把一些事情弄完，我们再休息。继续开台，大哥，继续开台。我要先摆一个，为什么我的？输入法会再多一个啊，要安装好了，输入法变正常了。我原本就是输入法跟一个英文输入法，那突然多一个加拿大输入法，不知道干什么。Hello，Hello， 啊，杀手兔这名字取得好，注意啦，
房间。哭哦。全新的世界。一个人要望碧海和蓝天。恢复世界。有人知道这首歌是什么吗？我忘记这首歌，可是我会喷。听得出来吗？我应该弹很像了吧？英文，因为它英文歌蛮老的。什么？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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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羞耻。好啦，应该没人知道。Just， 你是听拇指琴还是听我哼的东西？你好猛哦！听一下，我知道他好像就 Just that you are， 可是我就是不敢唱，怕唱错歌。哦，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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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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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一个我给你一个管理员，让你当一下值日生。哎，我刚要干嘛？我忘记了。我们要找落水洞，有没有不会经过的落水洞？就只有这个可是蝙蝠又很近。啊，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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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来，我本来就是想要玩一个有那种值日生的，他才今天表现好，就让他当值日生这样子。做个精稿子，我会不会太乱来了？可是这首很经典，很好听哎，怎么会乱？怎么会步入年纪？这好听死了！Yes, you may sing。然后开始有那种值日生的机制在，是好听。这首没那么老，我也觉得没那么老哎。它会烂掉哎！哎，不对啊，我种出来它是不是干掉？看一下哦，种植。哎，不会烂哎，所以哦，对啊，这是很经典的歌，所以我想说，因为有一天在弹拇指琴，就弹到说。就是因为拇指琴，因为我没有音乐底子嘛，我只能就是慢慢摸，慢慢摸，就靠自己的感觉摸出几首旋律这样子。可以包吗？不行，可以包我就觉得这太扯了，我都想包一下。哇！Just what and you are。 那我可不可以抓蝴蝶？哇吼！那蝴蝶动出来会什么？
哎、欸，白痴哦、喔，出不来了啦！好、oh, open 哦、喔，哦、oh! ，好，没事没事没事，中危机解除，危机解除。十一年前那也还好啊，你看小林几岁？小林还在上幼稚园之前，各位。哎，大凡，哎、欸，关台前要提醒我拔掉你的哦。Just one and two are， 哎，好久、哦，播个广告，不要。哦，碎啦！我想把这带上去种，可以吗？哎，不不不不不，先踩，然后再拔。欸、不对，我应该去踩远一点的。嗯、荧光花我怎么可以丢？哦不，一大堆东西在身上，我的天！那我又不能做火把，撕扯。做个火把，要说老的话，披头士的歌才是老的吧。我觉得我没听过什么披头士的歌，哎，讲实在的，我觉得我也是老人，可是披头士我就真的也没有什么听过。哈，这么巧哦，走到死路哦。别过啊！过啦，没有要打，没有想打，走开走开，走开走开，没有和平和平，不利 ，peace peace。哎、欸，这兔人家就这么近，我的天，那个谁的家是这么远，气死！荧光花嘛，哎，剪一个，剪一个，剪一个。你要拿来收藏，收藏什么？所以依宁现在可以拿扳手敲人了吗？没有哦，如果是乱砍人的话，下次就没有值日生这个东西哦。我想说，是给那种比较，诶、欸，类似干爹或者是有常出现的，我就会比较安心的给扳手。啊，只是就是像讲的刚讲的嘛，值日生那样子，好玩而已啦，没有真的要请你们当管理员啊。还不要觉得说什么，为什么人家可以有，我就不能有？没有啊，他也快没有了、啊，他关台后就换人了，对不对？不要觉得不公平。你看，因为主要是，反正就是问个问题，如果你回答成功，回答正确我的疑惑的话，就给你当值日生。不然有时候我的 mod 有可能没空啊，
就如果你也是看，这样给10扳手嘛，如果有人超打超过四个 W， 你就知道，哎，那个谁，你们皮一点，给你们打四个以上的 W， 你们试试看，你们可以打打看，然后10你就可以看到说为什么不要打超过四个 W 了。有大便哦，点。你们可以打四个 W 啦。哦，小火把在哪里？找不到。为什么没有？小写的 W 呢？哎、欸，怎么会没有？奇怪，那五个呢？不可能啊！哎、欸，啊，我那个花嘞，在这里。有、欸、没有10有了吧？有了吧？有了吧？10。所以。这个是只有值日生看得到咯，有了有了有了，感谢你们，感谢你们这些乖宝宝们，把他带回家。诶，我看一下哦，那一种地标吗？可以耶，然后10你就是点那个显示，如果他们是那个是只是不小心就点显示，那如果是真的是恶意，比如骂脏话还是什么的话，就是点隐藏就好了，没有意义的那种聊天室。你重整看看，你重整看看，你重整看看。白痴哦，我看到那个了，我再跳回去一次。红洞好玩，一直玩。哎、欸，为什么我跳完又200了？这角色有 bug 哦。太爽了吧！我这角色有 bug 哦。有了，对不对？然后。每次都是要人工审核啊，才会说，像无名啊、木瓜、啊、小鱼也都是说不要打超过四个 W。啊，我也常在开台讲这件事情啊，就是真的要人工再审，就觉得很麻烦了、啊。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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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可以动，那就动动看。长大，嗯，是这个。肥料不是，哇，烂好快哦，开心一草。我觉得这只角色，我这角色是不是出问题啊？我从弄跳一跳，为什么理智会更高？嘿，没道理啊！
啊大真大哇哇等一下啦对不起我失态了你看哦 ,185, 他怎么跳一跳又变诶又 170, 为什么还是我刚刚我也没有中啊嗯还是我还是因为我这样子啊等一下哦我诶对啊你看又200了我理智又变回200了。Just what when you are。而且我根本不会饿欸，我发生什么事情了啊？我就是想要体验生存看看，结果这只角色不会饿。What？ What the fuck？啊要一个蜘蛛丝不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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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前面需要靠他们吗还有在涨，是我幸运选到吗？也不是啊，完全不会饿欸，我从来没看到饿过欸，我是不是开到了什么怪怪的模组啊？你看，就前期真的狗就才一两只而已，啊，小鱼那边哭的叫的跟什么一样？哦，我狗我不行。啊、哦！我植物人我就行。对不对？这之中究竟发生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可以，小鱼不行？等一下哦。哥，漂亮哥，漂亮哥，做哥，风风气。刮胡刀，走走走，刮毛毛，花花泡泡跟毛毛，门出 bug 了，我奇遇没有开啊，我是关掉的，啊牛嘞啦 ，Just what when you are。这 mod 真的太强了，自动帮我刮，哎、欸，卡住了，刮还是不行。然后点东西，我、哦、抱歉抱歉，我什么都不知道。好，拜拜。变大变呐！哇，这只角色很需要大便，可是为什么？我真的一拳超人没开啊，而且如果真的要扣的话，应该也不会连，应该就连一滴都不会扣啊，对不对？而且我刚刚也有注意到，我在晚上好像也不怕黑，
这个就有问题。毛牛毛牛毛，要要放上面一点，好吧，还是比较中间。那我们白天去放冰箱。都觉得有问题耶，195，我刚刚的我其实真的都没有好好来捡大便的那种习惯，就是农场以前跟他们玩都是其他人负责吃的，然后我只要负责带，真的是带肉回来就好。没有，都市的小黄花，从出生那年就飘。的童年的荡秋千190，哦哦哦哦哦，好痛！屁股不小心坐太后面，椅子上面有个铁条，坐上去了。瑞萨萨西罗西拉索拉西西西西拉西拉索，随着秋千望着雨，我想起花瓣似的掉落。把那首歌加歌单了，感谢哦。哎，又回来了。不是啦，呗。哎，不对啊，他这边都没过程。嗯，我要捡蜘蛛丝。椅子上面为什么贴条？不是啊，就横的啦，那个类似算支架吧。我刚刚讲的好像至少有点，我有点恐怖啦，是支架啦，不是铁那个啦。抱歉，刚刚讲的好像确实有点恐怖，我道歉，有点夸大。
我要关，我晚点去研究好了，不然这样很想好好生存，可是那这样子我不知道怎么办、欸，挖一下子。北的秋天王者，先看一下晚上嘛，他真的不怕黑、欸。你看，我把一拳超人关掉了。上面有写鱼池数量，哇哦！完啦，出事啦！游戏体验变了，我发现我这种笑声在麦克风录出来的时候会变得很奇怪。最近后置在剪我声音的时候，一堆奇怪的声音都是从我这边。他是麦克风出问题，还有 OBS 出问题。又毁了！我是要被定掉那个魔，这样好恐怖哦！维尼乔克的那一天，花落的那一天，就是在那一天，我怎么看不见？我为什么不会肚子饿？我好想再淋一别。勇气我还留着，好想再问一遍。好喽，那今天就到这边喽，感谢各位，来中一次给你们看，这个 mod 真的是要掉的，这样好了，中十，还中，嗯，没有，他不会中哦。这个就不会中了、欸，哇，这个嘞，那、啊、这个就可以，打眼，那种子不能中，好吧，好吧，好吧。然后这样子。一，好了，啊，可惜耶，那其实手动也好像也可以，
好了，今天很奇怪的生存就到这边了，感谢各位晚上收看啦，我们晚点跟小鱼玩的时候见啦，我去休息吃个饭。好啦，拜拜。模组不可信，真的，我要去，我想把值日生换掉，等我一下哦。感谢依宁喽。晚点看要给十三还是冰沙值日生也可以。好啦，感谢各位晚上收看，大家晚安喽，拜拜。拜拜拜拜。欸，我其实蛮期待他长大，为什么这个是五点七天？就是因为这个是一次长三颗。这样子吗？还是你们要等它发光，等它长大，也是可以的哟。把这个干嘛？不是，嗯，哦，种田的也可以耶。但一个一个真的是有点霸气耶，种在这里，可种，你做不到，不，你做得到，你可以的。哭啊！啊，它不能种的密，一定要挖起来。什么？怎么会这样？这一格是不是？屁嘞！我不信，等一下哦。B。飞格哦，白痴哦。好的，因为我怕兔子出事情。我们要有规划的兔窝，然后应该在上面每人种一朵那个。荧光草，啊，啊！你怎么跑出来了？你回不了家了，完蛋了！回得了家吗？哦，回去了，回去了。啊，这样子，我应该有装路灯模组吧？哦，要一个萤火虫，电灯，灯，光，跳舞。好啦，我们等上面这。个好像长不大哎，好啦，还是到这边好了，感谢各位晚上收看，我们晚上见喽，拜拜，拜拜拜拜。